西瓜宝宝学画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画两只充满爱意的小猫咪，非常简单的。我们先来画小猫咪的耳朵，三角形的耳朵，三角形，三角形，中间连起来。这只小猫咪在给大家打招呼呢，所以把它的小手恩画出来，还有一只小手在下面出来，左边从耳朵的线向下连，右边这条线，右边的耳朵这条线向下连，这里给它一条线。小猫咪的眼睛，一个圆，两个圆，眼睛中间小鼻子，两条弧线连起来，一个大弧线画出来。小腮红，眉毛，我们来画靠着它的另外一只小猫咪，三角形的小耳朵，三角形的小耳朵，中间连起来，耳朵这里向下，跟它连在一起就可以了，它们挨着的，所以用一条线表示就可以啦。左边一条线画下来，眼睛，这边给他画两个小手手，我们把他的眼睛画出来咯，椭圆，爱心，小短弧，椭圆，爱心，小短弧，那我们为了分辨这两只小猫的性别呢，左边这一个呢，我们就把它涂成黑色的，右边这一个呢，我们就把它留白，涂成白色的小猫咪。画一个说话的对话框，中间画一个爱心。我们为了更加区分两只小猫咪呢，你可以给它加一些装饰，比如说这里给它加一个蝴蝶结啊，或者头上给它加一个蝴蝶结啊，都可以。你是想这里加呢，还是这里加呢？这儿加，再加一个蝴蝶结。我们还可以在旁边多画一些爱心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给它加一些你想说的话，比如说我可以说，换一遍 ，Hi W A V E， Have a N I C。D D A Y，
Have a nice day. Have a nice day. 有美好的一天，这是一个祝福语。我们还可以写什么呢？L O V E Y O U Love you F O R E E E R Love you forever. Love you forever. 永远爱你哦。把你最想说的话写给你最爱的人吧。谢谢观看，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和订阅哦。